上一次在台湾有选举的时候，很多人觉得网络上面好像有很多新的力量产生哦。那当中有一股力量就是有越来越多非演艺圈的人，他们拍了很好玩的影片放到网络上面去，结果引起的讨论其实远超过我们一般在电视上面看到的一些节目啊，或者是特别拍的戏剧什么的。明星自己发的那个内容都还没有那么受欢迎。除了你之外，再等你继续说话。我不补这句话大概不行。我们今天要请其中呢，就是把他们的作品放到网络上，结果受到非常多的欢迎的，一共有八组的所谓的网络红人，我不知道他们自己喜不喜欢这个称呼，反正他们今天要来康熙告诉我们他们目前的状况如何。好，欢迎各位，你们好。欢迎。是几位我们放眼望过去直接会认出来的人，现在看节目的人可以考一下自己啊，就是我大概认出其中的三组来，是你认出几组？我有认出一组。三组也太容易认了吧？可是那一组我很爱耶。可是那一组你连那组都认不出来就有问题了。没有，因为他们长得一样，你哪知道是他们啊？哦，你说别的？就是世界上有很多跟他们长得一样的。好，他目前都已经趴下了。可是非常壮观的样子。对。然后我们今天邀请了三位明星，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他们好像都看过了这些网络上面非常受欢迎的影片哦。Kid 一眼放过去的话，是看得出来几位？一半吧，因为其实我蛮常在 FB 上面就看这些影片的。所以你认为刚刚 S 说他唯一认错一组是？应该是吴尊吧。对，应该是认出那张照片。不是哦，我不是认出他。拿了吴尊的照片挡在前面的话，照片拿下应该会出现一些跟我们期待不一样的。声浪，可是好像他还蛮罩得住的。不信你问坐在他前面那个郭玉成看看。你觉得照片拿下来，我们的心情会是什么？什么表情？表情一样，不一样。不像吴尊，可是我们也不至于会失望吧？不会。是你喜欢的类型吗？没有。不要讲啊！手在后吹胸斗地的。国哪有？郭玉成简直比康熙还红，真的，他现在真的国际级的，他是国际级的明星。对，你是不是在筹备要上 Ellen Show？ 没，我也想，我没有啊，没有，我也很想去。Ellen Show 有邀你了吗？没有，当然没有啊，所以就。你应该要再发一些影片，让他可以来邀你啊！我会再努力的。可是你现在做朋友的人都已经是国际巨星了，对不对？好，转发你的影片的人是哦，有，讲出来我们会吓到的吗？谁？本人。什么东西？主唱本人。哪一位主唱本人？他应该是年度十大歌曲的第一名的原唱吧。所以你当初选这个歌的时候，就是要准备让原唱注意到你。没有，那时候只是好玩而已。所以你如何确定那是本人？他的经纪人用的吧？对，因为他可能本人没有在经营那个东西啊，是应该会看到吧。他除了 Sia 之外，他还被另外一位很有名的歌手转发他的影片。你哦，可是你也不确定是不是他本人。可是被那种分享就很开心了呢。所以现在看过你影片的人数总共有多少？我不敢讲哎，讲讲看，讲看，好像1000多万吧，我不知道，好高哎，别人跟我讲的，我不知道。点击1000多万很惊人啊，可以算是今天最多的吗？不知道，等一下问一下别人好了哈。他旁边的江佩瑜，他写了台湾炫耀，怎么办？哎，死。炫耀，他说他在街头真的有人叫他炫耀。屁呀！台湾炫耀不是台湾炫耀不是法拉利姐吗？不是，你们可不可以放过炫耀？为什么？你说在什么？你说在台北的哪一区会有人叫你炫耀？就西门町啊，有认出来的才有叫。一定要在西门町才有哦，就是比较多学生的地方。
佩珍，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所以我刚刚在想到台湾炫耀，我真的想说我错过了什么？因为张佩瑜这个名字也是很生活化的名字，对，而且他看起来就是很像要介绍一些美食，很难想象，就很难介绍过美食，我就对他的影片非常印象深刻。所以他的影片是厉害的吗？那个让我蛮深刻的，那天晚上什么风格？那一个礼拜我都不想吃零食。整人的风格，对。那重点是他每次整的那些人啊，全部都是一些小帅哥，他身边的帅哥超多的。不是有人花钱请你做这件事的吗？没有没有，就是我从高中的时候就会拿着手机乱录一些影片，然后就会上传。你是学生吗？大一。你才大一而已，是不是怎样长得很老，是不是？你干嘛把我们的 OS 讲出来？我觉得你很漂亮，怎么这样？还礼啊！好了，谢谢。你们有没有礼貌？我们节目有那么无聊？蛮好笑的，向着人家。你见过礼貌家吗？你看那一只睡到那个脚翘起来了，翻肚子怎样？自己的地毯，怎么可能睡这么熟？不会被吵到？哎，他们不会被。我们这样闹不会吵到吗？他们习惯了，习惯了，因为平常他们的环境是怎样？对，我们平常有让他社会化很足，就是四处去玩啊，跟别人交朋友。可是他的状态是正常的吗？对啊，很正常。不然的是中毒啊，正常。你看他会醒，张美琴，对，小杨醒了，小杨。我醒了，好，没事没事，你又嗨了，好，等等。不过家里有这几只大狗，应该很难处理，嗯，会不会？不会，习惯就好。是，因为我们也是一只养到两只、四只、五只，可是会不会一起床就是鼻孔跟嘴巴里面都是毛？哦，不会，所以要常帮它梳毛。我们还，它是处女座，它超爱干净。我们家里没有毛。你确定那只狗是活着的吗？哪一只？该讲那一只。阿东，你说第三。阿东。你看，活着，没有说那只没醒的那只，第三只，他到哪都会昏迷。阿兹咪，阿兹咪，哎，阿兹咪，他还活着吗？阿兹咪妈妈嘞？哦，有。哇，你醒了，好，没事，继续睡，睡觉，继续睡。没事，他以为要发零食了，不好意思，我们家没有，好可爱，没有叫你，妈妈叫阿兹咪。好好好，坐下，坐下。小羊很热情，对，很棒啊。等等，林静，你说上过五次新闻。我每次要拍影片表演之前，就是我都准备好 stand by 好，然后我开录之后，哎，阿嬷突然从隔壁在窗户偷看我，这样，结果其实主题上新闻，我觉得不是我，是我阿嬷。阿嬷，对对对，阿嬷很冷淡，但是窗户。所以阿嬷的反应很真实，感动了新闻圈的人，就报道他。就是阿嬷很正常在看我一切的表演，太冷淡了。不够投入 ，OK。等一下会有机会给没有看过的人在康熙直接看到这些影片。后排的人当中呢，有两位挡住脸的，一位是星期天先生。戴了面具的原因是因为你的专业使你不想被人家认出来吗？对，我现在还没有打算在网络上，没有在打算在电视机前面露面。直到什么时候才要露面？想露面的时候再露面，有点因为其实露面也不会影响你的专业度吧？对，可是很多人讲说，配音员这种东西可能脸遮起来比较有想象的空间。可是那个影片的诉求为什么会让人家点进去看？一开始以为是很正常的一个房地产广告，可它里面就是还蛮白痴，一些漏洞百出的东西。正经的话语讲很不正经的话语。对，所以是星期天你自己写的稿子吗？对，是我自己写的。所以一开始策略就是要用正经的话语讲不正经的稿子。对，它有点像是一个配音员在试音的时候不小心讲出了诚实的版本这样子。仙界大师。潮湿的湿，所以跟湿或干有关吗？你的表演？我会取名字是因为我家很潮湿，所以我会。太好笑了，买抽湿机啊！你住哪里啊？我住石门水库那边，所以限水第一个我家那边比较倒霉，第一个就先限水。OK。有否西跟轩轩？
你们两位是什么关系？演员，我是导演。萱萱，萱萱原来是演员，我很意外，因为我看了你的影片，我以为你是真人呢。萱萱那个是演的，这个不是你演的那个。那不是你吗？人家改车的那一段影片是导演写稿子，你背下来演的。词句都是他去给我，就是教我怎么讲，然后我动作一些就是直接马上录这样子。旁边的杨梅吴尊先生，还你是消防员吗？对。你没有作品对不对？你是被朋友把你的照片放到网络上？对啊，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你朋友把你照片放到什么版上？表特版 ，PTT 表特版。我以为表特版是放妹妹的，帅哥也有帅哥，帅哥也可以放。然后你是在封面吗？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这张 PPT， 所以我不太知道。粉丝页的人数，我没有粉丝专业，所以是过着完全生活。对啊，完全凡人的生活。所以你根本不在乎名利吗？对啊。对，等一下，如果你前面的男生要跟你交换 Facebook， 可以吗？可以啊，男生就可以吗？郭宇翔，我帮你搞定哦。你没有要吗？要不要？好。受不了了。我们要看郭汉真的样子。好，好吗？要先下来了吗？郭汉，一二三，放下，放下。哎，蛮帅的。超帅气消防员，现场大秀好身材。觉得你今天对他印象怎么样？我觉得他大概是我近半年来看过最帅的男生吧。哇！如果是在节目上来讲的话，你可不可以站到地面？可以啊。说的都是假的。比例很好，比例对。他的脸好小哦。你直接脱掉，快点啊！三，放下，放下。哎，蛮帅的。不像啊。很帅，很帅，很帅。不是吴尊，可是很帅啊。嗯，对。哦，谢谢，谢谢。真的是帅的耶。是偶像型的。哦，没有，没有，没有。通常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要穿很多装备？哦，对啊。所以应该看不到脸吧？因为最帅就是把那个头盔拿起来，还这么帅，然后身体很多装备。如果进火场就要全副武装。可是消防队不是很流行做帅哥阅历吗？那个好像是新北市消防局才会做，所以如果你们局做，你 OK 吗？有这个荣幸的话是也不错。他的帅度已经超过蛮多男明星的，这是真的，真的。如果有人跟你谈要往演艺圈发展吗？我不知道哎，我没有，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你刚刚说公务员的收入比较稳定，可是演艺圈收入就会不稳定哦。想一想明天再讲。那要跟我家人讨论讨论。他如果做明星，可能会回答出太多真相。所以炫耀这个灵感是来自……哦，就有一天我就有化妆，然后去工作，然后走进厕所就啊一声，然后我就回座位坐着，他们说怎样？然后我说我刚刚照镜子，仿佛看到炫耀一样。我的飞镖。我们先来看江佩瑜的影片。前腿的妹好像就是长得还蛮正，还不错一样。哎，不好意思。我有个男生的朋友想认识你，是我男朋友。人家都说他长得超像柯震东的。我男朋友也像柯文哲，可是他超有钱。啊，我不缺钱，我缺钱。哎，可是他有18公分哎。好。蒸锅超好吃，可以吃。这样可以吃。哇。吃进去啊。有什么特别味道吗？你知道那个便利商店不是有卖那个巧克力蒸锅吗？然后我刚把巧克力舔掉。啊！这你未来的男朋友啊？不要啊！你不要怎么啦？座位挤不下。座位挤不下。座位挤不下。后置
三支影片，第一支是一个女生陶醉于器官的18公分迷失，对。然后第二支影片是骗了班上一个同学吃了他舔过的东西，巧克力片。然后第三个是一个男生调戏他的过程，对不对？嗯。所以表示说他也能够玩男生，男生也能够玩他，他也玩女生，是这三个方向都可以，对不对？所以你的影片是没有固定的主题，就是拿手机拿起来就会录那种。然后吃榛果那位是你真正的同学？真的同学，从高中就认识的。所以你是要跟他接吻吗？如果可以，他愿意，你就接吻。对。所以你爱他，所以他在吐那些你舔过的东西的时候，你心里面是在滴血吗？我没有，我很蛮兴奋的。你应该是接接吻。很厉害，看到别人吃东西，对不对？就是会想要给他们，就是吃一些我吃过的东西。然后后来我给他们东西，他们都不太敢吃了。所以你现在的粉丝也有多少人？我是用个人 FB， 有30万。啊，40万吗？怎么样？是很多还很少？蛮多的，个人的超级多，已经很多。你们当中有一位55万的是谁啊？我。你们的粉丝也对，纯粹就是因为旁边这位的表演吗？不是。一开始是我，你本人，你也有演吗？有啊，我是丑出名的，所以你是导演兼演员是不是？一开始是这样啊，对。所以你当时甄选到你旁边这个妹妹的时候，是有花很大力气去甄选吗？没有，是其他演员介绍的。OK， 对。然后你看中她什么？傻，就是感觉不会被，比较不会被人家骂。后来她还是被骂了，对不对？稍微还好，因为她有一度很伤心啊，你说被网友骂吗？对啊，我就跟他讲说，哎，你看400-500万人点阅，你才1000多人骂你 ，OK 的。博翰，你有看过他的影片吗？好像没有哎。你有看过在座的任何人的影片吗？我做错没有会被骂？不会啊，就是没有。你认识坐在这边的人吗？认识。你认识他们谁？都认识啊。OK， 你有喜欢谁吗？都很喜欢。在跟你说场面话。哎，圆坡在哪里啊？来，请你到汉典旁边啊。你看起来跟消防界无关呢，你是谁？我刚刚是高中的朋友。你觉得，他有要在康熙展示身材吗？这个要看他个人的意愿啊，我是蛮支持的。他是一个好控制的人吗？就是我们叫他脱，他真的会脱吗？80%。觉得要用哪一种说法比较可以劝动他脱衣服？就放个什么音乐之类的就可以。音乐，哪一种类型？不要全脱啊！夹克先脱掉。夹克先脱嘛。脱掉背心。我觉得如果练成这样的话，可以再展露多一点。觉得你今天对他印象很好。我觉得他大概是我近半年来看过最帅的男生吧。哇！如果就是光在节目上来讲的话，包括艺人们。艺人。艺人帅的其实不多耶。因为他本身的那个气质。你这样讲对陈一。因为他本身可爱的地方是保有那个路人的个性。好。他到现在还没有站全身，所以万一他个子比较小呢？那就再说。哦，我真的不高，你可不可以站到地面来？可以啊，说得过去。你可不可以到这边？还可以啊，他比例很好，你比例好，他的脸好小，比例好。你先脱掉，快点啊！可以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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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脱掉，定啦。可以呀，你们两个是怎么可怕？你俩机关形象，哎，就是机关形象。哎，他你根本状态都还在啊！从来没有试过要往演艺圈发展吗？没有，我也没有想过。OK， 可是22岁，其实还是有时间可以考虑这件事。对啊，还有很大机会。请问你几公分高？170。找不到地方讲，就拿着讲了。我穿衣服了，好了，好。
红白跟消防队员校队在好成这样。所以他刚刚这样被 Kid 把衣服扒了，算完成工作，对不对？成功，成功。今天谢谢你啊，谢谢。林静，你的影片当中是常常穿其他服装，是不是？对，就是我另外一个角色，我把它叫 Fashion Baby。是刻意营造的角色。就是突如其来，我把它取了这个名字之后，然后把它丢到微博去，就是在微博上面还蛮受到蛮大那个大欢迎的。然后如果我用正常的样子去拍的话，他们微博下面留言说，请你不要扮男装，不要女扮男装来拍。OK。对。所以你是在拍影片之前就已经比较喜欢女装打扮吗？嗯，另类的兴趣。因为现在跟他访谈，很难想象他是一个疯狂的人呢。嗯，真的吗？感觉是震惊的。我们直到听到 Fashion Baby 这个，放轻松一点好了。可是没料到你是轻松的样子。你刚从开始到现在是以一个你很不自然的状态出现的。哦，对。所以你喜欢跟人家翻白眼吗？很喜欢。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影片哦，林静。分辨有看到没有？哎，等一下吃什么？随便啊，我都可以。看你们路边摊鸡肉饭不要，我要冷气的。肯德基不要，太油。麦当劳不要，昨天吃过。啊，摩力工都可以随便，摩力叫塞尔。我现在后面有人要吃，没人喝。我要是买回来的话，有人偷吃我东西，我要挤去配卡选了哟。我回来喽。你买什么吃的？咸酥鸡。我吃一个。你买什么喝的？珍珠奶茶。我喝一口。哎呀，巴瑞，啊，筷子来了。来，给你筷子。好了，给你。怎么了？他爸的妈妈的表情好真实啊！他们是一个很不人情。为什么？没办法。吴宇辰由小 S 演出，康熙重现王片段。听说你今天要达到你的人生另外一个巅峰，你要邀请位巨星跟你一起演出，是不是？现在才出现这个手势，只要吓你就好吗？对啊。更多就是跟阿嬷的其实蛮多的，就是阿嬷有时候她就是还要回医院回诊嘛，就是护士可以知道她是我的阿嬷这样子，就是被认出来，然后阿嬷很开心回来跟我讲这样子。所以阿嬷被诊的尺度可以到，比方说水打翻在她头上这种。不是，就是她烫卷头发嘛，对不对？我就把她手指，我用我手指插进她卷毛，然后数三一拔起来，看会不会卡住，结果没有卡住。你们任何机构，我可以打电话去报案的，真的假的？假的，卡住就会把头发连根拔起。对啊，假发妈妈很痛吧？还是我有几根不小心拔起来啊？你有先征求阿嬷同意吗？没有，我想要看真实的反应。所以阿嬷其实是很害怕的。所以这些影片给你带来了什么？自己很开心这样，然后大家很羡慕我跟家人的互动这样。对，佩珍，今天的作者当中，你最喜欢的是谁？那个郭玉成，嗯，他让我大概有三天睡不好，因为你就看完他影片之后，你就觉得刚发生什么事，然后就想说，那我再看一次，然后你就像鬼上身一样，一步子不断的重复，起码会看五次，对，你会看五次，然后想要找出一个端倪，为什么自己会一直忍不住想按重再 replay， 然后后来三天都一直做噩梦，因为满脑子就他的那个画面，就很可怕，跟我看完《色戒》的感觉是一样，就是。有一种洗澡也在惊恐，然后有点闷闷的，有点，所以他是有一种洗脑的能力。对，他很洗脑。你这个评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其实是正面的啦，因为你会一直忍不住想要期待他有没有在新的下一个。他这个症状是很普遍吗？很多人都跟你讲同样的话吗？是正常的，没有，有些有这样讲，他说一直会那个，就是很洗脑。对对对，郭玉成的影片我们放给大家。因为我不太喜欢。大家
知道为什么中国好声音的陈斌不能骑车吗？我不转弯，我不，我不转弯，我不啊！小朋友，你们喜欢辣脆肠姐姐吗？啊，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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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带来一首《辣脆肠之舞》，麻烦试试。辣脆肠，辣脆肠。小米，小米，啊，你有没有被打过巴掌？没有哎。那我打你好不好？好啊。怎么办？在我们刚在博翰面前看了这影片呢。不会怎样啊，不会怎么样、啊。会伤到你的形象吗？还好哎，会不会？因为大家看到也都是那样子啊，长也没什么形象，因为脸好丑的。我觉得其实那个好啊好啊的影片也很好玩啊，嗯，所以那个没有点阅反应，没有，有有有，很厉害。那是我第一次。点阅率还蛮多的。听说你今天要达到你的人生另外一个巅峰，你要邀请一位巨星跟你一起演出，是不是？对，是大师没错。熬到现在才出现这个手势，所以我只要吓你就好吗？对啊，对啊。所以你演出还是要跟刚才影片中一样自然哦。哦，那我要先跟人家聊天。旁边的演员吗？这样比较自然一些。所以你希望跟你聊天的人是谁 ？Kid 还是汉典吗？还是康永哥？太好笑，太好笑了！你们要聊什么？我要去，我在哪里？所以本来影片中的那个聊天的精神是什么？就也是随便聊，自然随性瞎聊。大概要第几秒的时候吓你？就你看看你要进就可以，因为万一你们聊得很开呢，就是那个那打进去才刺。OK， 所以你们要聊得很好。上次我们去那个地方还是那个沙那种。博翰是你喜欢的类型吗？我觉得可以再更好一点点。你希望高一点的吗？嗯，更高一点，然后再转。哎，怎么样？你们聊？继续聊啊！你怎么在看我们聊天？没有，你在吓我啊！我觉得我爱什么都吓给你。所以你的情感生活到目前是顺利的吗？单身20年了，怎么可能？真的，从出生到现在都单身。所以演艺圈你最喜欢哪个男明星？我刚好看到。你刚刚看到本人吗？嗯嗯。谁？我计划把感情生活聊完了，我就是故意要追求你们聊不下去的话题。你好像打断我，本来问出来，他看到了一个他最喜欢的，对，是谁啊？他讲了，哎，不是过了吗？你看到了谁？没有啦，就只是他刚刚是很认真在讲，他看到了他最喜欢的男明星。没有，我是在聊天吧？谁啊？不是认真的。所以你刚刚真的有在电视台里面看到你？有啦，有，是真的有。谁？那个、啊，好害羞。谁？朱雄。哦，这么好懂哦，好懂哦，也是，就擦身而过啊。朱雄跟博翰，你要谁？应该是朱雄吧。可是你觉得林静扮女装好看吗？我觉得我扮你起来也可以很好看。我发现你两扮女装之后长得很像。没有，同一种类型的。那有吗？我比较漂亮。你刚没有，我比较好看，真的。会分不出来谁是谁，扮完女装之后。嗯，会。我是金燕峰，你碧昂斯吧？不要聊开来，我是好可怕的对话。那个 Hot Dog 的影片间，就是搭进摄影棚的时候，很多人就认出他们来了哈。对，我们觉得当时觉得蛮神的。看一下他们点名的过程。张美琪，美琪 ，Q B， 小梁你没有 ，Q B， 对 ，Q B， 东，小梁，棒嘞，阿弟，棒，亲一个，
再亲一个，再第二个，再一个就好了，再一个，再一个，不爽了，亲一个，哎，不可以这样子哦，亲一个，亲一个，快点，不是亲弟弟，亲爸爸，亲一个，嗯，好好好好。亲嘴的是哪一个？刀刀。都起来，都，对，这样，对，所以都是专门亲的吗？对，他很爱亲人，但就是不爱亲爸爸，他应该觉得爸爸脏。所以亲爸爸对他来讲是一个受苦的过程。他很爱跟爸爸碎碎念，就是亲太多下，他就觉得完了没，有完没完。会顶嘴，对，会顶嘴，会骂他三字经。那把他们训，把他们训练成这样，是你还是爸爸？我。对，因为我比较分得清楚，就是他们有一点点反应给我，我就知道说哦，你有做到了，我就立刻称赞。陈汉宁，你叫兜看兜会不会来啊？兜，兜 ，Ray， 兜，兜，兜亲一个，亲一个。可以啊，可以。他们应该是刚刚是已经线路已经没有警戒的状态，所以你可以啦，可以可以可以啊，哎，亲一个好不好？对，你看有没有？对，来们呢，来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都来了。Good， 所以我们现场可以让他们点一次吗？可以，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啦。那看他心情。来试试看吧。好，来看他心情。对。你干嘛？对对对，按照顺序是不是？没有没有不用。还是你也想坐旁边？你去那，你去那，等等，坐，坐。OK。小杨 ，sit。坐啊。坐好哎，等啊。QB， 坐。桌，这是什么？对，很棒。哎，顶嘴，拳头，馒头。好，等等，等等。拿马桶过来。哎，等等，等等，等等。好，小杨，小杨去，去爸爸那里去。来来。Q B， 都没有你，都停，都都。去哪？我想混在你。你穿帮我，都过来，都来，都来，亲亲，都来。来，好，你在这里坐，好，你在这里坐，很棒，你在这里先等等，还没到你啊，坐下，你给我道谢，好棒，这么想过去，好，都去，都，都去，都你太漏气了啦，要坐下，对，张美琴去，把这里，好好，这里去，把这里去。你觉得好像是先走，你才叫他们。对，他们才在很生活化的演出。好了，谢谢哈妹。全国明星秀才艺 ，Q B 妈当成九分天。在找水之外还有什么？手机的 OK 吗？手机可以啊。真的假的？不要勉强哦。对。电话嘞？电话给妈妈。去。给妈妈。对，给妈妈。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你会推荐哪一个表演？哦，就是阿兜。阿兜吗？对，阿兜很适合表演。OK， 因为他很爱表演。都来，都好棒。对不起，都看起来好像是最帅的。对 ，man， 对，很 man， 很大。那就是因为长得这种凶脸啊，所以才拍维里安的 MV， 就是假的狼，假的，都是假的。张美琪，都，水水给妈妈，去，水水给妈妈。水水。水水给我，我还要转一圈来，妈妈来，妈妈。他今天好喜欢爸爸哦。来，妈妈没关系，看开一点。对，我看很开。好棒嘞，来吃这个，很棒。为什么要找爸爸嘞？所以找水之外还有什么？手机的 OK 吗？手机可以啊。真的假的？不要勉强哦。对。有响吗？有开铃声吗？电话嘞？电话给妈妈，去。
给妈妈，这么乖啊！对，给妈妈。哦，这么棒哦！对，好。哎，我有手机了。手机，我就想要害你了。根本不想被你打扰。哎呀，我不会自己接。很可爱，没问题，超好笑的。我觉得他的表演好有素人风，还有他会顶顶啦，要看他我什么顶顶？对，来豆豆来，走这里，不放弃，我会疯掉。豆豆等等等等，我想要让他学模特走路，这样顶着书本，等等哦，等妈妈，对对，慢慢对，给妈妈，厉害厉害厉害。请问那只一只睡觉的是谁啊？张美琪，不是另外一只睡得更惨的那只，这一只啊，哈兹米，哈兹米，对，所以我们狗友界都觉得它空空，因为我们在发零食的时候全部会看同一个方向，只有它看别的地方。哈兹米睡得很放得开，完全被危机的感觉，对，可能因为没有被伤害过了。猜猜你可以叫哈兹米过去你那边吗？哈兹米，哈兹米，哈兹米。哈兹米吃饭饭了，哈兹米，哎呀，哈兹米，他不会空空啊，你看，他找别人，他空空啊。你如果在他面前演那个小偷，上厕所的狗，他会怎么样？他们会有便秘的问题吗？不会不会，很顺畅。很顺畅。你到他们那去，哈兹米，哈兹米，你看，只有，是不是？你看不懂啊，真的。狗屁！哎呀，都来了，都来了。我看懂。我看你，豆看不起你。大完便一定要脚踢。哎，都喜欢你了。走，亲一个，亲一个，来。都咬一个，咬一个。相处的时候，彼此相处的方法不会需要一个领导或者是。所以领导是妈妈，不是他们。对，因为我们让他们都是平辈。就是你老公，你老公会什么特技？我想接手机，扫地、拖地、洗衣服都很行。我手上拿的呢是仙界大师的作品哈，可是尺度上你觉得会误以为尺度很怎么样？可是后面好像绑回来。来给你介绍哈，大哥哥不行，哇，插进来了啊！哦，打针，打个针而已嘛，是类似这种的，对，就是先引发成人的想象，然后结果走可爱的路线。可是这种笑话不是我们平常就在开了吗？你要再诠释一副吗？撑不住了，啊，快掉了！同学，你筋太硬了。是，就是要念老二才，就是为什么要念？对，这种东西好像是四人用看的，不是这样叙述出来。你需要念，你念的很快呀，你需要念两副才发现这件事。对，你的粉丝大部分是男生，是不是？男生大概70%，对。你交往的对象是你的粉丝啊？嗯，算一半一半，就画画认识的，对吧？然后就陌生人约，直接约见面。哦，没有，因为他应该说，因为当粉丝，很多人会来密你嘛。那我这个比较特例就是，有他第一句话留言，那个时候他是只留一句话说：“大师，请你嫁给我。”我说：“怎么会一个女生会对男生讲这种话？”我就觉得这女的就是怪怪。然后后来就是没有理他。后来一阵子，他又突然冒出来，然后又画了一张他自己的图丢给我，就画我的角色丢给我，就哎，这个女人要这样看过，就有一种印象分数在。所以他很正吗？对我来讲很正，真的很正。是不是现在就会有很多业务配合之类的？其实还好哎，因为我现在画画的想法就是画开心比较重要。是，如果画不开心，就变成一种。就所谓的商业打手，就业配文了。对，我不希望变成这样，画画就要快乐。啊，这米不回去了，他就是一直在这边，在这边很睡着了。他到哪里都要躺下睡。对啊，想法异于常狗，真的，我也不知道他想什么。星期天的片段是，它是一个看起来像广告的，不是广告，对不对？对。
OK， 我们播来看哈。星期天先生，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我有听到，我准备好了。好，先从美感永作那边开始哈。3、2、1，美感永作，环球视野，美环。不错，不错，不错。好，接下来从百年功法开始录起哦。3、2、1，百年功法，经典。把稿子写在同一页。水岸风情，尊荣独享，虽然附近。没有节育，讲优点啊你！200坪空中花圈，你念错字啊！200坪空中花园，空中游泳池，空中高尔夫，我们没有干这种东西。今年夏天最尊荣不凡的选择，一整年的业绩和年终奖金就靠你们了。不需要把这个也讲出来。这个很少见，而且很少配音员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啊。对，你怎么会想到这件事的？哦，这个是平常听广播的时候才会听到很多房地产广告，然后他们都会有很多尊荣独享那种很常见的词，我就把它凑起来作为一个酷色的影片。是一个真的配音员吗？哦，我现在是才刚入行的配音员。那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以为我是有在录音室接案子，对。但其实这个影片出来的时候，我还在当兵。所以你从小就发现自己讲话的音质很适合配音？没有，我是在大一的时候发现说，哎呦，对自己的配音很有兴趣这样。好，我们最后一段影片是萱萱的影片。萱萱怎么了？哦，你知道吗？我男朋友去改装机车了啦，他超夸张的，原本后照镜长这样子，他改成这样子是怎样？他以为他开公车的。还有还有，他每次骑车都是这样子啊，是怎样？他听说会飞起来哦。没有，那个刮的时候，你给我这样子，这样，是哪里不平衡呢？他一定不会骑车，他每次骑车的时候，他穿一整身的防摔衣，好像自己会随时会往上的样子。那用他的避震器，然后整个被闪成洞，然后又什么，装到可能会坏掉，那个屁呀！花了好几万去改缸改传动。说什么？有多快？有多快？有多快？每次撞我迟到是多快啊？每次等红灯的时候都这样，啪嘛，没有在看你，就只在看你而已。他下次花了6000块，改的是我鱼脸呢。他会不会下次花6000块改一只瞎子的尾巴？我真的实在不敢想象那台机车会长怎样。为什么你跟女生合照看那么近？那我手机就没有广角啊。为什么你会跟别的女生单独出去吃饭？啊，难道你要我跟一堆女生吗？为什么你要打给前女友？哦，我跟他讲说，我跟你现在很幸福啊。为什么你要射他自由？那我要射哪里？射哪里？为什么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跟你说啊，为什么你也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你们男人有钱就够怪。哦，我们贫穷就不奇怪。我跟他成交证。你证。骗人。你证。虚伪。他证。你再跟我讲一次啊！哎，你觉得我变瘦吗？要瘦。大哥，我承认你要瘦。对，我觉得他根本就为了自己啊！导演为了自己在拍这影片，他没有。萱萱那个没有说破之前，我其实忽略他是一次录一句话的耶。对啊，看起来很一气呵成的样子，感觉很顺很顺。所以你萱萱，你是一个对于人家改机车没有意见的人，很有意见，还是有意见。所以讲那个话的时候是有放出进，有点生气的感觉。演得很好。对，就带很情绪化，然后去表演。可是 S 他们再多拍几支，别人就知道是演员了耶。对啊，那怎么办？我觉得网友知道是假的，就会没有那么喜欢。没有，大家都喜欢我们用演的。真的吗？对啊，就是我们创立10个月，然后大家都就达到55万的那个粉丝量，然后大家都希望我们去翻拍一些梗，可能笑话把它拍成真人真事的。佩珍，你说你有看到？谁是专门用很短的方法把一部电影讲完的？是不是那个古阿莫 ？OK， 他是我最近期就是会去在，因为看了那个葛雷的《50道阴影》，他好像90秒还是100秒讲完这一整部电影，然后我觉得他实在太有趣了，所以我就开始看，譬如说3分钟看完《哈利波特》，或者是什么5分钟看完《武媚娘》，就是把他一系列就看完。我觉得他这个很会抓重点。
你认为他们将来都会进入影剧圈吗？我觉得他们很适合就是做企划的工作，因为他们脑子里面那个想法就是很新鲜，我觉得是很适合来做电视业的。不过因此得到一个女朋友，这个是很厉害。你觉得这比较实际？很真实的幸福啊！所以炫耀，祝福你了。郭宇，郭宇，我也祝福你。好，谢谢你们。